上半年来讲的话呢，其实疫情影响的整个产业还蛮大的。那再加上一些防疫物资的缺乏，然后民众、消费者、民众他比较不愿意出去外食，对，所以我们有针对熊妈妈的会员呢，就直接免费提供了，就是只要他有订单，我们就会配那个水货送口罩，甚至满额送干洗手，以及就是说，因为越来越多人选择在家料理，我们还有抽气炸锅的一些活动。那因为我们也为了希望说我们的消费者都很放心，我们的员工也很安心这样子，所以我们每所有的员工在做配送的时候呢，公司都有提供口罩啊，或者是酒精。那在消费者在收货的时候呢，他已经可以做一些零接触的那个收货动作。对，那线上支付其实都是非常的方便，就是在选购当天都送达这样子。对，那另外有针对就是说，越来越多人选择在家开火来煮东西的时候，那我们的那种料理食材包，它业绩也是在这一段时间增加了将近5倍左右。对，那就是很多越来越多消费者，他可能选择就是说，自己料理看看，然后不要在外面吃之类的，比较健康也比较放心。